And because of DPRK's increasingly dangerous provoc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introducing a Chapter 7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to update and strengthen the sanctions regime. We should urgently, therefore, consider further steps that this Council can take, including updated and targeted sanctions to disrupt North Korea's unlawful testing and illicit proliferation. 北韩日前试射历来最大的洲际弹道飞弹，受到联合国安理会强烈关注。英美呼吁升级并加强对北韩的制裁。会后，除了中共和俄罗斯之外，英美法等十五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韩今年已经第十三度试射飞弹，并指出北韩可能正在重建一个在二零一八年关闭的核子试验场。七大工业国集团与欧盟外长也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北韩升级导弹试验，包括高超音速导弹。 还有北韩所声称的潜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声明中对北韩非法的船对船走私贸易表达关切，并表示随时准备加强有效执行制裁的能力。中共驻联合国大使张军则表示，现在国际局势并不平静，呼吁各方不要有任何升级紧张局势的举动。中俄两国没有加入谴责北韩的行列。路透社报道，中俄两国长期推动联合国放松对北韩的制裁。 并鼓励北韩和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无核化谈判。新唐亚泰电视姜子扬编译。